就像参加选秀时的自我介绍，如果秦朝没变，我一定是秦朝的太子。这个腔调我真的会笑。原来你才是娱乐圈在逃太子。正因为我生在古城，并且妈妈姓秦，所以我小时候一直认为，如果秦朝没有变，我将会是秦朝的太子。不是太子，也是个阿哥。说到秦朝，我相信大家都在想，为什么这个人的声音这么怪，喉咙痛还装性感。原来这就是我，其实我自己声音。没想到，别的广告我发现了，更 sexy 了。